国大研究团队成功研发了智能柔性夹爪，巧妙地运用深度学习和电脑视觉技术，可抓取豆腐、草莓等超过80样较柔软或是易破损的食品和商品。新夹爪有望在快消品包装、食品生产和包装以及垂直农业等领域派上用场，加速这些领域的自动化步伐。来看记者李怡桦的报道。从罐装饮料、杯面再到果冻等易损易碎的食品，在灵巧的柔性夹爪下可完好无损地抓起。由国大研究团队研发的智能柔性夹爪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制造而成，抓取性能比一般的夹爪来高多20%。团队也可针对不同的抓取需求呢，制造不同的柔性夹爪手指。我们的柔性夹爪可以更好地抓取易损易碎食品，例如豆腐、蛋糕、蔬菜、水果、点心等等，不会损坏食品，可以保证食品的品质。传统夹爪一般拥有固定的基座，不能改变夹爪大小和抓取的姿势。智能夹爪的电脑视觉和感应器让夹爪自动感应物品类型，增强夹爪抓取不同物品的性能。